当是文化客家园区，要予更加侪人来了解客家早期生活古物甲先民的文化，特别来规划客家文化展，有客家餐桌的礼仪，有传统婚礼用品等等，希望透过这个展览，予更加侪民众来认识到当时客家的文化精神。我是吴怡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